这两天市场上面慢慢人也多起来了，今天也是准备去这边的我们四楼的一个仓库去拿点货。根本没有什么人，前两天更少，现在出入要方便了一些。我们在四楼的话有一个仓库，二楼也没有什么人啊，都没有开门。哎，一个老朋友的一个店子开了呀，今天。Hello， 生意怎么样？现在生意不好做啊，呀，你说很有点货呀，压了多少？几万斤呢、这么漂亮的货呀，这怎么还愁卖吗？哎，今天怎么办呀？没有人来。